逃げ道は難航か。影を撃つ。潔白を証明するために。いや風の神に我らを導く。天道万象岩山発。裁きの雷、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見切りました。天理チョーク。装填。悪を見極め、影を借りつく風よ。私に応えるのだ。無我の境地。裁きの雷。天道、ここにある。剣女番。それ、影を撃つ。邪悪を借り撃つ。剣に誓う。逃げ道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見切りました。天道万象岩山発。装填。潔白を証明すること。風の神に我らを導きたまえ。天理チョーク。稲光、すなわち永遠なり。裁きの雷。勝負。射撃準備。天道万象。悪を見極め、影を借り尽くす。剣に誓う。ここより弱滅の時。この道程you
同点に。星と深淵を無事今日の創作料理を試食してみて。うん、この旅は以前のよりもいい仕上がりになりそうだ。この道同点に。この道同点に。
私は帰ってきた。見切りました。天道、ここにある。岩山発、静粛に。高き、私は下げる。逃げ道はあります。天道万象、岩山発、騒ぐ。背を持ってね。私は帰ってきた。星とし無事きょん。これも俺の力。その力使わせてもらう。役立たずどもが。幕開けよ。
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まあ、そもそも準備するのも。然后我们应该都没有训话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焦らないで、ゆっくり待てば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
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これも踊る力よ。しまった。チャンスはあるはず。出よ。
ましょう。どうも。欲しい鉱石素材があれば教えてくれ。ここには何でも揃っているぞ。久しぶり、漂白者。何か扱えるものはあるかな？没错，好爽。怎么会打嗝？好爽。没错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
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ウドンと一緒にできることが以前よりも多くなった。それにまだまだ未知の可能性があるようにも感じる。この感覚嫌いじゃない。暗礁停戦、太平を迎えるために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。奴ら、潰しなさい。遠慮。
剣士、出番。さあ、行くわよ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誰も近づいていいって。本州は豊かな土地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好像很饱哦，我还没吃晚餐，还敢打嗝那么大声呢？还没有吧，我就吃两块小蛋糕而已。那你就吃饱了呀，不用再吃饭了呀。确实没有到会饿的程度，我就感觉就想要吃点什么。最近觉得心情有点燥。如何的燥？不知道，漫画看一看突然就燥起来了。傻狗，被漫画影响心情有这种时候吗？可能有，但不多。这种事情是明年能决定的事情，想要赶快先决定。先买机票啊。耶，活动全部完成。900个镀金，没有问题。すみません。本州の豊かな土地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進みましょう。
みましょう。進みましょう。ここ一点、横島を取り払え。進みましょう。
いくらでも用意させますよ。今回は順調のようだね。ありがとう。
の光にひれ伏せ。祈りですか？進みましょう。使える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か？
州は豊かな土地。これは予想外ね。
進みましょう。喂，无安怎啊？我开车的，对啊，行倒摆迄个嘛无安怎啊？对啊，无事啦。算三宝嘛？路口骑很快，算三宝了吧？那就算了。我踩的刹车过巷口的，我踩的刹车过路口的。应该是直接私下和解啊。有啊，一定有报啊，怎么可能没报？对方没说什么啊，对方说可能应该就和解掉而已吧，应该也不会有赔偿吧。对啊。对啊，一定啊。对啊，应该是没可能啦，差不多。可是应该是，对啊，啊，白痴出半表啊，对吧？没两个，欸，我看一下，你这个问的好，欸，那两个都是那个，欸，两个都是接而已，欸，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都没到三角啊。谁大条？对啦，是啦，我的路比较大，但是我过去对面的话，路就会变小啊。但是他的时候是一样啊。对啦，确实，他过路口，我看他是连杀都没杀。我其实有看到他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是大概还在右手边，他骑过来，我想说我已经过路口了，我已经慢慢过去了，我已经在刹车了，他应该知道我到那边吧。对，而且我很慢，我是超慢路过去的那一种。没有，他白痴，他根本没预判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我没事啊。好啦，感谢，拜拜。進みましょう。入れよ。
幽霊の力で。本州の豊かな土地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進みましょう。又怎么了你？好棒！闹鬼又如何？不怕，继续往前。是的，就那个方便。叫什么？镇所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暗礁変遷。
は豊かな土地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進みましょう。これぐらい行く。
かなかいいんじゃない。進みましょう。これぐらいいくらでも用意させますよ。使える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か。又怎么了你？就像大哥。就想修三台电机。
告诉钉子头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一緒に参りましょう。他真干嘛？他饭钱还在拿盒子，肯定要狠狠的摆烂他一波啊！越摆烂越好，鬼越爱。嗯，然后还有一个不痛不痒仔。哦，又躺。そろそろ終わりに。これも音の力なのか。超级死党干我屁事啊！你知道超级死党躲柜子就不会变的猎物吗？那只要挂猎物的话，然后会换猎物。你只要躲柜子的话，不会尖叫就不会转猎物。哦，躲柜子就不会转猎物。确实要在尖叫之前就先躲。要在他要在猎物上钩之前。进柜子，你看完一开始你也不会看平他的，的确。横島、取り払え！我感觉这不怎么聪明，怎么这么笨？海帰れ！進みましょう。我他妈又有超级死党啊！他一緒に戦おう。但他不会有玩物吧？那图腾怎么亮？我先救人还是先吃？
救我了。但这个门都没开。蛋啦、啊！哦，一刀结束。哇，我突然跑去追别人。是超级死档，因为你都没被挂过盾盾，然后你现在是猎物。对啊，我刚看到图腾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ヨガお手本を見せましょう。图腾还可以不见的吗？没差、啊，他这样子一直抓不到你，他浪费一个技能啊，很赞啊。我们已经有两个人从上面出去了。哦，那你们死定了。すみません。完蛋了，拿盒子的人都有点死。いくらでも用意させますよ。完蛋了，为什么超级食堂都没有在跑 ？OK， 好险！哇，他自杀了。那你可以找下水道了。问题是我现在被追啊！赶紧处理啊！靠北，我找看到图腾的是谁的？哦，睡，哈哈哈，还真找到了。玩物，果然是玩物。超级食堂，迅猛暴虐，电压超载。电压超载好像是医生脚。哦，这是脚吗？只要跟发电机有关的，几乎都是脚啊。他那个刚刚他踹过之后，点一下突然跑超快。是那个吗？就有一个很困难的 QTE。嗯。然后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分数加起来连我一半都不到、欸，真的是在混。我惨。加起来连你的一半都没到，是怎样？哇，我三万，他们加起来才一万六，有了，有到一半。
沈まれ。贩子死定了，如果贩子他是得了被卡了。啊，但是你我爱达王抛弃了被卡，哇，他也比我太久了。贩子有什么东西会不治的吗？为什么他们两个不治？扫描掉，扫描到有机会，他有带配件的会不治啊？知道了，所以これぐらいいくらでも。看这个人玩起来跟你的感觉好像，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感觉就很像你的玩法。看他一个360，你说冷哦？对，我以为你是说鬼，我是说鬼。玩法就那样子啊，放旧。他直接把一个人针对死了。没有，那个是我打 AT 团才会。我通常打野团 的话，我都放旧的。除非他们修太快，不然我都放旧。挂完这一个人之后，我去找下一个人玩。啊、这个人挂完之后，再去找下一个人玩。够远的啦！哦，
ものはありませんか？哇，营救！早知道他这样营救，我就不过去。那位置挺好的，是吧？哦，两个都倒了。哎呦，队，看来队友不给力哟、哦，不是很给力哟、哦。这两场都这样啊。失礼。想要我怎么救？我是能救得了两个，但是我一定会躺下了。这个一挂，那个二挂。可以躲在这里守就好了。剣士、閉めるわ。誰が近づいていい？剣士。え？靠！别他怎么看到我？死定！没有。宝石豊かな道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我被挂上去，我还有破绽，怎样？活动破绽呢？哦，对。啊。いくらでも用意させますよ。出よ。迎えるために。豊かな土地、いい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進みましょう。少一个线，不用想，知道一定是有人没少。進みましょう。都不会是鬼没少，有可能、啊。又是你，你最烂。啊！路人。又是你，你最烂。進みましょう。好嘞。妈的，又死了！找他小干。
这是你没烧的啦，操！那俩龙刚不是还在我旁边，怎么已经被？又他妈是卢谷哇！抱歉，谷姐很强的、哦。你以为谷姐只是一般的走路鬼而已吗？没有，她很烦。就是强才烦。面前捡邀请函，让他晒一下，就是。就在人家面前捡邀请函是几个意思？我是上一场那个。感觉跟上一场那个很像。还是没那么好遇到了。没关系，他等下如果一路把我弄到三挂，就可以随便一直通的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追得到。哎呦，他去追别人，他应该不会。满血啦！干嘛？我不是被挂那个。哦，死马达。哦，完蛋了！那算了，反正他半血。もの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よ。
三人轮流上去送血。屁啦，他妈的嘞！又怎么了，老哥？他妈可以装香一点吗？这样往我面前冲过来扁我！你个鬼哦！对啊，能不能装香一点啊？干嘛？你有扭曲吗？我有扭曲也没掉啊。然后他就这样跟我隔着一道墙，而且我蹲着。那、啊、你有受伤吗？他不可能看得到我。你有半血吗？没有，我满血。哎呦，那很奇怪哦，没有半血，没有掉扭曲，那是很奇怪的哦。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，我看得到他。等一下，那你有被放那个吗？你的人物 UI 那边有三个点点的那个东西？没有，我没有被照到。哦，那真的很奇怪耶。那是真的很奇怪。何事も素早く、いい心がけよ。我真惨死了。零六六零。叫你收起你的电风扇啊！你的电风扇很大声、啊，超级大声，我要耳聋嘞！对，前几天就没有收进去，啊，今天就收进去。有没有可能是角度不一样？不可能，收在我的耳朵下面吗？连不合就换血，血的关系我聋了。耶，那你就不用玩游戏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看到你那边在亮，但是我没听到声音。你的声音大到我刚差点没按到第一下。好奇怪啊，电机耶。ジロジロ見すぎ。对啊。对啊，杂讯有。完了，直接冲去救了。有人救，早说嘛，那我就不过去了。显得我跟傻逼一样。但我们这边发现成量嘞，怎么办？这一侧的成量了。那只能修比较中间的那一台啊。没有。发电机全部算看一看，比较中间的。哦，靠近了，我饿挂了啊，兄弟！我要上去了。
我们先去配那个。屁啦，我明就已经爬过去了，可以再香一点。你等一下看一下那只鬼是不是地球人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升一台机了，我没看到技能，随便。これは予想外ね。哎呀，我被雷击了，哭啊！我被明朝里面的雷打中了，好痛啊！没有成就，还有打雷呀、啊！可恶，我居然被地形，我居然被明朝打雷打了一下，头壳麻麻的。原来游戏还有雷啊！有啊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跟你讲，我现在才知道。你砍一把人吗？没有吧。今天上信有什么东西吗？啊，不对，今天好像有奖励可以领。多一点。他反正走了，会不会？那我没什么效用。无靠，就保研究一下。时空点护士点高就好了。闹鬼，除非你有怨灵。对，闹鬼就是拿来玩浮尘流。可以啊，突然关心你来了，我有那个玩，我觉得要买恶咒的话，我倒不如就拿那个毁灭会比较好。毁灭就也是拿来拖时间的、啊，以前毁灭会带不死，现在毁灭真的太烂了。主要就是要拿来拖时间。对啊，拿来拖时间。以前是带毁灭不死。或者是闹鬼，哎、吧，或者是闹鬼毁灭。现在的话就看自己怎么玩。那地图如果太亮，你那图层一亮起来，你这样就不好带。没有啦，那个也不是那个问题。万一有一根图层直接长在人类脸上的话，你那根是直接爆掉。对。啊，带不死的好处就是你第一根被拆的绝对不会是其他图的，一定是不死。我去，你知道排鬼了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已经排到了。我是排人撞的。也，我已经排进去了，除非我再出来，然后我们再一起按。没可能啊。对。当月光照进森林。明天11点活动就结束了。够棒。如果他没有要延长的意思的，没有，那不可能延长。周年活动不会延长。我觉得这周年活动还蛮好玩，是好玩啦，鬼很强啊，人很难玩啊。光那个远程上钩就很，远程上钩就废掉一堆东西。これも私の力。
如果的感觉。我操！干谁没刀啊？把这个乐色从刀里。好吧，习惯了。我现在每一场基本上都是四个。等下活动结束直接升起来，还是升起来就？就是因为活动结束才要烧起来，怎么会升起来？啊，就有人没烧没？哎、啊，那个不知道是为什么啦，只要不是四排都会有人没烧了。有没有那种很便宜的饼干点心之类的，然后又容易吃粗饱？哦，没有，在想要多那种海苔，好像很贵，科学面包怎么样？啊，你刚刚在讲什么？其实我没有认真听。像有没有那种很便宜的点心饼干？科学面啊，我真的是科学面。我看一下，一箱要300块。可前面现在一包10块不是吗？啊，没有，15块。啊，15块了，真假的啊？哇，我买一箱就好了、啊，一箱三百。买一箱会比较便宜啊。对啊，买一箱一定会比较便宜啊。一包8块。不要啦，你卡啥小啦？啊，科学面都可以卡这么好、啊。科学面现在15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操。没关系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记得好几年前，好几十年前，那、我怎么还被压到？你作弊？你是淫鬼吗？救命啊！我知道我是神秘人啊！哦，我刚刚站很远，我还被压到了，傻小。pin 的问题，那个的话会是 pin 的问题，就可能你的 pin 比较好，或者是他的 pin 比较烂。或者是你的 pin 比较烂，都有可能。所以在打我花钱，终于不追我，好烦！他妈一开始就被追。好啊，哎，你深一点没有收起来，那个人也太可怜了吧！啊，现在家伙就是怪怪的，好恐怖！攻击的，我真的超准。哎，他超短距离，快翻嘞，他小啊。好了，争取。我看到了，他直接在我脸上超短距离快翻，这样我对他有多短？他有助跑吗？我超近，他有助跑吗？老快而且我追不上他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有追上他，我连进狂暴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不要踢板啊！不要踢板就不会断狂暴啊！他只有在转的时候才会那个。转点的时候才慢下来，要不然基本上直线我追不到。你说转角加速哦？对，转角，他转角没有加速，但是他直线跑很快。会不会是大跑？不可能啊，连续大跑是不可能的啊。哦，那很奇怪哦。啊，你啊，倒地爆炸是什么？土爆。欸，爆发或土爆。如果他在你附近的话是土爆。如果他离你很远的话是爆发，附近，这里一定是附近，因为这台他没踹过。OK， 爆发是踹过，对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把这台修好。拜托你各位去救我，好、哦，很久 OK， 救完就请鬼狠狠的针对他。那是肯定，不要来找我。虐之巨啊！不爆虐之巨。哦，我他妈厕所这台差点修到精准。
弱的一刀。反击器真的好好玩，好爽哦！那喷一下跟鬼一样，喷一下十万。叠起，其实我不管你那个身材有没有叠起来，基本上伤害都是那么高。十万欸，你敢信？混阶咋办？而且还七十等而已。いくらでも用意させますよ。金系一喷，欸，水龙王一喷不如金系一喷。对。那你不是跑去追他吗？写考哦。你啊，欠人家一啊，完蛋了，他要针对我了。哟，很白烂哦，弟弟。一个上钩，两个踩夹，最后一个刚好被我追结束，笑死。啊！哇 ，EH 啊！这里还有板子，开吧开。对啊，这个人在转点、转弯、转点的时候都不会。干掉我都准备踩光。欸，其实明朝每日给的那个经验是真的多，有发现。那你这放你这一下下又不久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追一下就不追，说不定他觉得那个赤凤鸣很会玩啊。刚刚被我压三次了，这没有办法，我很累。すみません。这里有鸡吗？已经没有鸡。我好像还没有拿邀请函。英国真的很麻烦。对的，我在这方面非常好。Very good 啊。我的凤尾好像把火往我身上带了，那我也只能说他玩的非常好的啊。啊，到底为什么他一下就可以溜掉他啊？啊，为什么我就会一直被追啊？爆破第一的，我要疯了！到底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啊？哦。不要再追了，受不了！哦，哇！这下，世界はデバイスをシステムに登録中です。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。
没死啊。邪教会议开完了，对吧？都到了。那你们在打吗？他们两个在打，我在鸣枪。他们一个人一个鬼，哈哈，这算是很简单，不然不得被关心。罗西，哎呀，明朝启动。5500新生，哎呀，好多、哦！5500加两抽是多少啊？加二，36抽。哎、欸，冠希，嗯，我发现那个余波珊瑚。拿来存下来，对我来讲存下来好像没什么用。那你就换掉，没有用就换掉。因为一开始现在的话，你要把角色抽多一点，那个感觉补命座跟原色差不多，就是后面再换就好。你如果有一直持续在抽，基本上跟你很多。我现在看一下我的那个余波三五，现在才160，就是快一半而已。而且我原神也没有一开始就抽命座，所以好像没有一开始要抽，没有用一开始要补命座的必要。哦、先来去接个鬼的任务，鬼任务已经堆得跟山一样高了。不用担心啦、啊、我的也很多啊。3-4层楼这么高呀？对、嗯，你的3-4层楼而已，我10层楼了。你那没在接了吧？现在？有啦。先换我绿皱纹，你还敢点绿皱纹？不让他点，好狠哦！不让人家捡，看不起点人家带点人家点皱纹的人。对呀、啊，我都可能遇到一定点，他妈的！我也会直接，他如果在我面前点的话，我会先让他点完。我会把他。对啊，不给点的都是垃圾。对啊，两个垃圾，操！有狠狠的抓到了吧？我明明就压到了。有哎、欸，幽梦，我们一次抓到两个乐色，还敢修啊？一个狠狠的直接把再用皱纹的抓起来，一个是我不给你解皱纹咋的？我还刚开始，我要怎么不给他解？我也只能给他解。好狠哦，你们两个，狠狠的吧？哎、欸，我快升等了哎、欸，还是我现在就直接吃个体力？对啊。三，看一下、哦，1120，一只 boss 是多少？450、900、300。五音区比较高吗？没有，一样。五音区跟那个 boss 是一样的经验，对，一样的。所以我这边要再吃两条，一二三条。我好久没玩鬼了，四条好不习惯了，200年没玩鬼了。吃三条体力，嘿嘿。对啊。
我发现我大世界的半新任务居然有2000呢、欸，那种都比较多、啊，可是感觉好长哦。确实。算了，半新任务放假日再解。发电机啊，畜生！不敢啊，怎样？等你把它修破头，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死两个人了，行行好吧，大家都是来烧陷阱的，为何要检讨自己的分数？是说，是不是也快13号了？没错。你也想当神仙吗？有个人队友的名字叫这个。到现在还没拿到魔法哎、欸，魔法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这张图都没魔法？对吧？小屋应该会有。小屋没有，是我玩错游戏了。哦，然后剩下两个人没打，靠喂，我要躲去哪里呀、啊？找不到，这一排人超级，人家就看你摆明不给他们活路，那他们当然恶心你啊！就像我现在这样啊，我跟另外一个也都躲起来不休息在恶心他、啊。他妈的，不给活路是吧？大家都来赚血点的，各退一步不好吗？不给活路吧，我的图腾被拆光了，连点都没办法点了。对呀、啊，要走是吧？来呀、啊，我们继续绕，绕到你出来为止。没关系，大爷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我就爱这么玩，知道吗？哇，这台精灵进度。都不修都直接进去。这ヨガお手本を見せましょう。使用的物品有吗？我去哪里？我在地下室。我家这里大。すみません。哦，找到魔法，终于。
是我们那个麻瓜一样，没有魔法。会玩呢、欸，好恶心啊！这个。哎呦！刚不是把子弹装好，为什么？我不会吃。すみましょう。影の内容だけ起こします。取り払え。没有声音。还有松破云鬼啊！对啊，而且两个人都躲地下室柜子。还敢快乐地下室啊？你！他快想我，把我死掉了。
半天要等你吗？还是我跟永梦去赶？你们去赶啊，因为我等下有事情。哎、欸，太累了吧？没有，你们去排，我没有要。花生也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排岗啊？没有要。烟消雾散呢、欸，没什么用。五十等等级礼包免费购买，确定？好爽。明天明朝就是疯狂的刷，明朝疯狂刷 BOSS 素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又破了一个，我又过了一个世界等级了，我的角色又可以升等了，好棒！我在看世界等级在升的，不、啊，跟原神一样。嗯，原神有吗？有啦。世界等级过哪里才可以再往上升呢、啊？那是因为你世界等级太高了，你没感觉。我忘记了，几年前事情了，一两年前都满世界等级了。こんにちは。どんな薬が必要ですか？うちの薬は口当たり抜群、服用の際は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ください。服用の際はくれぐれ。まるで軍山に囲まれ霧に包まれたよう、うちよりいずる力はせせらぎのようにゆっくりと流れ出す。そういう感じか。ちゃんと言葉にできたよ。桃源香采集。桃源香在哪里？在桃源市啊。是那个桃哦，看到了，可以。你是哭哦。世外桃源。哇，大家找到了，哭啊！怎么被他爽到了？对，被他爽到了。有人说你运气不好。旅に向かうのか？新しいこと、新しい物語、そして記憶のかけらが待っている。钉子头，在钉子头。干，他在我脸上。他就是大兵、欸。要不要捡个儿子？哦，有看到他。哎、欸，看一下那个世界的怪兽是从六十五等变七十等。没有，是变七十。我怕升上去，我只头个裂开。那、啊、你不升，你角色等级也不能升上去啊，是不是？他在下面。要你等级升上去之后，你可以降那个。对啊，我在想，我在看要不要降啊。我要先去检查一下。我觉得在深海跟武器还能变好地方。哎、欸，不用，七十三还好，六十五变七十三还好，没有很痛苦。我说升上去，因为上去怪比较硬。你升上去的话，干嘛突破、啊？没有啊，他那个这个等级是自己上去的。他开盒子，他不会啦，还好啦，没有痛苦。不要啊！怪硬了一点点，就你不要过来啊！一点点这样子，没有很痛苦。叫你不要过来了，你还过来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啦？我刚才讲了，我跳下来平稳着陆，我怎么跑？我只能跑这边啊，里面也是死啊！我把你赶紧起来。明朝启动，很好。
好了，我可以上线 DVD 一下下了。Welcome。嘿嘿。还有那个音声有放。讲这么多都没有用了。完了。Come one, come all. Let's play a little game. 我刚刚单排都不会有队友把人带到我脸上啊，跟你排就开始有人要把他带到我脸上了。还有马道，来让你。所以热时间还没到，大台北这两天飙39度，雨弹连轰10天。快点，十天好像跟我没关系。打到了，我把花园刚刚给亮，你一个无情摧毁，我被追啊。快修啊，黑妹！太气了！看真的是，那何止那么远？最后一步了，他也要锁。他过去扁你哦。嗯。他追，他继续追你，反正这样。很难得，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圣所上面四个都是紫色的镜。然后我买不了。没买，变血点了。没有裂片呢、啊。我的裂片没在转呢、啊，这局没在玩。这有东西可以挂吗？他挂后门，应该是挂后门。这样应该不要走楼梯上，走楼梯上也不行。你们要去救他吗？我在旁边。
先提的。黄金不行，哎，还是我现在可以先把黄金。要求哦。直接强制爆掉，用神力把它爆掉。哎，那为什么这样还满？因为你被他点到了。就是他打死你的时候，你手上有方块吧？他方块被他点走，然后我被他点走。啊，那好像我有找到的不见。我看三个都要跑过来、啊。有，那我就点方块了。嗯，你把他拉走。我看那个有马到了，就是。哇，可是有一个被点了。垃圾，我先点。人家追我啊！点掉。先走上海滩。应该已经归零了，那个本来应该已经开掉了。他来我们这儿。对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本来应该要可以开门了，就因为你那个纵身一跳，直接把整场游戏跳没了。我代替大厅，他没得。你看得到发电机位置吗？看不到。靠近另外一个门那边，它的方块在楼下有一个。我修方块了。他在这附近哦。他踢发电机，然后我不是很想捡方块，应该那个泥窑去捡，算了，我捡吧。泥窑被追，那你可以解，没有，他已经有解飞哥。你看吧，跑呗，他一定会直接回过来。他追一追跑来点，他就是一定会飞过来点的。我那个传送是看他，就是他想，他想点。问题是，他一定飞过来点。为什么他都一直可以锁一次锁我三根啊？到底什么意思？他开技能。他右手那里。嗯，
你各位，我去睡睡。OK， 再见。走，把上市一场。不要，再见。